丹丹，抓紧吃啊！嗯，今天咱们有专车接送。是老爸吗？不是老爸，是圣诞老公公叔叔。为什么不是老爸呀？圣诞老公公叔叔接和老爸接不是一样吗？我想坐老爸的车。你还挑挑拣拣的，快点抓紧吃啊，要快来不及了。嗯。嗯，但是现在电视上有中国好老板的评定，你们老板一定能榜上有名啊。妈，人家好心好意的来接你女儿上班，送你外孙上幼儿园，你还阴阳怪气的说话。那你就让他上来吧，咱家有早点啊。不用了。丹丹嫂。来，阿姨，系好安全带啊！嗯，来，安全带。妈，我们走了。自己扣上。阿姨，我们走了。哎，慢走。好了，丹丹到了啊，拿好书包。丹丹小心点啊，有个井盖。哎，对，好。来，跟师傅再见。再见。再见，在幼儿园乖乖的啊，知道吗？一定记得要多喝水啊，上课要认真听讲，听见没有？不许开小差啊。啊。再见啊！来，欢迎来。哎，请上车，扬起您的头。谢谢。系好您的安全带。为了我和丹丹的未来，谢谢石师傅。别客气，能为你和丹丹当司机，是石师傅的荣幸。哎呀，我老头子，你说这事儿真是蹊跷。这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，一个是你前女婿，一个是你女儿现任的老板。检方吧提出来要复婚，要破镜重圆。可是笑笑现在的老板对他又有意思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，我是担心你女儿啊，又感情用事，把这正事儿耽误了。你给出个主意，我该咋办呢？我是管还是不管呀？我是怕我管了也管不了啊！哎呀，真是愁死我！笑笑早。早。干嘛把头埋那么低啊？又不是通缉犯。早上好。早。坐。
我吃过早餐了。喂，这可是网上传说那个人气高到爆的早点，我早上6点起来排队买的，给个面子，再吃一顿吧。好。要不要喝咖啡？我去给你煮。哦，我自己来。哎，坐，我来。夏小姐，我们都借你的光吃到失踪买的葱油饼了。恭喜啊，你们终于在一起了。恭喜恭喜，小姐。恭喜。啊，雅加阿巴纳那公司报价做好了，你看一眼。我不看了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对付这些中年时态也没我有办法。好，我去跟尤总吃个饭。你中午不回来了？看情况，走了啊。慢点啊。嗯。潘总早啊。早啊，小甜甜。潘总出去啊？嗯。我看了你们公司给华庭样板间做的设计，不错啊。多谢潘总夸奖。做样板间挺累的，我高跟鞋都跑断了3双。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吧。小甜甜，嗯，你挺有长进的。大毛哥调教的好。回见，潘总。方便请您喝杯咖啡吗？请我。走吧。以后别您啊您的，多生分啊！以前咱们是雇主关系，现在咱们就是同行啊。同行，您也是前辈啊。你看，你还您啊您的。那个。大毛哥在你那儿干的还好吗？那是，干得风生水起的。他一出现，整个公司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。这家伙，这几年单飞没白飞，练出来了。这次幸亏他出手救我，要不然我公司就垮了。挺感谢他的。你觉得他只是帮你？他那是爱你。你知道他当初为什么高价租下这里的办公室吗？就是为了经常能够见到你。他这些年一门心思栽在工作上，那也是为了向你证明他不是一个吃软饭的人。我知道我之前是误解他了，是我不对。潘总，你对大毛哥了解的太少了。他的身家几辈子都吃不完。是吗？他一定没有告诉你，他爸爸是知名的房地产商毛大刚吧？他爸爸是毛大刚？毛大刚？嗯。他之前骗他妈妈，说他有女朋友了，要结婚买房，他妈给了他600万，见他拿了钱迟迟没动静，才杀过来吵着要见女朋友。他没有办法，就拉我去演了一出戏。这些年我给他当烟雾弹都当烦了，可我总还是抱有一丝希望。我总觉得他有一天回头会发现，其实站在灯火阑珊处的那个人是我。直到前阵子他跟我说，他要回你公司去帮你。我才突然意识到，我小甜甜是没有希望了，因为她爱的人始终都是你。她知道你喜欢用果本面膜，她就每天给你攒一片，攒着攒着，都攒出一箩筐了。她是我见过最傻最傻的傻雀，可是她做这么多又有什么用呢？当你爱错了人，
你的爱就变得一文不值。